来。要不我从这身打扮吧，我现在都不敢见人啊。啥事儿啊？你还记得前段时间大半夜的你们两口子打起来了？你跑我那要我给你调解，完了后来你心脏病犯了，我送你上医院，这事记得不？我知道，我醒来得冤大爷呢。你醒来的时候那是第二天的事儿了。我说这在道上发生什么事儿，你还有点记忆呢？没有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是铁岭的第一场雪，比往年来的稍晚一些。别说了，这事儿吧，咱们俩走在雪地上，你没走几步，突然就晕倒了。我一看这没事儿了。我一面打120，一面给你做人工呼吸呀、啊。我就看见了，不但让你看见了，拍上了，传网上去了。真假的？你看，哎呀，这都，看见没？可能人家是拍雪景，把咱俩给拍了。最可惜，把照片给放大了。啊？底下还有一行小字，这咋写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也是我的绯闻，你瞅瞅，你这不亲我了吗？我这亲你呢？我跟你做人工呼吸，不就嘴对嘴亲事儿吗？这不还是亲了吗？人工呼吸，我不对着你嘴亲事儿，我对你鼻子亲事儿，有用吗？其实我也知道，如果做人工呼吸，我还不如把你这样过就得了。大哥，先问你啊，你上我家来，你啥意思？那你去说吧。